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很久没出门了啊。对啊，很久没在这里开场了。没办法，个人指定说一定要我下去，我也很硬瞧时间的好不好。今天要去哪里？今天要去台中。正解开头要去台中，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台中的笑话，要不要？台中市长卢秀燕实在做的实在是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林佳龙当市长的时候，台中人还买得起枪，现在卢秀燕台中人只买得起球棒。嗨，你是停在户外那个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好啊。哎，感觉很冷很多齁。对啊，有连假吗？没有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冲三小啊。现在是不是大家都礼拜五请假，然后休六日这样？高铁站刚买也没位置，剩商务舱可以买。然后现在出高铁站，车水马龙，大发利市，台中发大财。这个吗？为什么你们两个分开去拿东西？吃饭的时候单身是不是？对，钥匙借我。好，谢谢。你本人好瘦哦。他要被骂了嘛？你怎么这样？不是我，不是我。每个人都说他本人比较高，本人比较瘦。啊，这样。本人比较帅。啊，这我不好意思讲，让人家讲就好了。这样够瘦。再高一点。那个有延长感，把它延长好不好？我好热哦，好热哦。太多了哈。太多了。好、哦，那我看一下咯。你这个是加装的，对不对？对。开关装在这边。还可以自己选开关哦。啊，因为当初可以装这边啊，但是对厂商不建议，他说因为这个会压到啊。啊。哇，哎，我看方向盘。帅吧？他上上个月才换的。哦。哎，跟我那个很像哦。上个月。才换啊，现在来卖车，那代表一件事情，这两个月不知道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干，要不然怎么能这样，对不对？而且还不回应哦。没有回应，笑而已啊，笑而已。这台车哈，其实当初我记得是2017年，然后它这个新款的雷神之锤有没有？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是新款的，它那时候有 1.5， 旧款就是 1.6 涡轮，它这是 1.5 涡轮，它改款就跟那个 Focus 差不多时间。我想它列出来一大堆它有改装的项目，我跟你讲，我要在它面前讲吗 ？V40 T3 哦，16年的，我记错了，拍的17年式的、哦、然后改装项目有没有 ？RD 保险杆加泵卡泵后保杆 ，AP 卡钳后卡钳烤漆，好、哦、密油记录器，我想连密油记录器都打出来了，连胎压侦测器都打出来，有没有？还有原厂的那个 Polestar 的排气管，好、哦，18寸锻造铝圈，前后高低阻尼软硬可调，黑色后视镜盖黑化，有没有？黑色后视镜也是一个配备哦。然后内装就是卡泵车贴，哈、哦，Argentera 的机皮跟卡泵平底方向盘就刚刚那只 Apple CarPlay， 对，还有晶片一接，哦，还写152P 变195P， 有没有？变速箱优化软体，电动尾门都加装，有没有？正常车商看到这一串不会很想收，他写到连什么方向盘安全护罩啊、雨刷顶靠器啊，还有这个小熊维尼腰靠啊，他写到那个都写上去，你就觉得哦，这个人应该是想要卖很高的价钱，看得很细，因为他很 care 他的车子，他非常的在意他的车子，而且有一个虎视眈眈在那边，你拍他，有一个虎视眈眈在那边看，他一副虎视眈眈看我要说什么坏话。其实我有因为他有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价钱我有比较高啦，真的啦。我如果没有比较高，他可能也不会叫我来，对不对？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指定一定要来。我们还说科比，他说不行，他说不行。这一看就知道没去过世面的，你知道吗？你有指定的比较贵啊，没有就随便安排一个刚从洗头小妹身上来的那种来帮你剪。不是很旧手，要摸一下，感觉是要这样子，可是他是在那边，四处围观。等一下，我再问车主。玻璃，这两个人拢要求啊，拢就拍嘞。哎，那个也是双出尾管，你看。我要求他。你看，我认真讲，你如果今天娶一个老婆，你不要躲那么远。哎，老婆，我要改个双出尾管，哦，那我车也要。这盖乱开香薰的嘞。好啊，哎，老婆，我想要改一个卡梦方向盘，哦，那我也要，我去看他方向盘。我没有，没改。哦，原厂的。帮我介绍一下你的爱车吧，我先确认一下年纪。对啊，其实你已经打一串给我了，改了什么东西？大概花了多少钱？
好不好？大概差不多，这台车大概花了20万吧。当初是新的到现在吗？对啊，对啊，新的。台积管花多少钱？会不会他站在旁边不好不方便讲？不会，我不会管他。你终于发现了，妈，这个搞不好换8万说啊，没有了，我8000呐、啊。有没有啊 ？B N G， 哎、啊，这 B N G 多少钱？其实花3万、啊、没有，是保养老板送的。他有那个集点卡，对不对？我去集满保养5次，他就送我40避震器，可以吧？不错。啊，我现在交了以后，他都知道了，下一次不能用了。所以没关系，女孩子我也教一招，我最喜欢教女孩子的那一招，他不能听的。下次有没有？如果你要带男生回家，有没有？啊，叫那个男生把车停在他的停车位。看这个我听过。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那我让叫我的家威，对不？他就打电话，先生，你听我的家威，小狼狗就知道了。哦，好好，我马上去拍谁拍谁，下来，拍谁拍谁拍谁，改走，回来还自动通知，对不对？好，一人教一招啊，公平了吧？啊，继续，啊，这不能讲多少钱，那我怎么录啊？好，没有啊，你说这是 Polestar 的那个 Polestar 的排气管，尾段中尾段啊，还有这个前后的保杆，对，这是 JD 的 NES 的段框，锻造铝圈，几寸？对，这锻造的，这个18而已，其实你也没有很贪心啊。啊，还有晶片，对不对？对，还有 Rika 晶片。你觉得那个晶片跟那个变速箱的那个优化，你觉得差很多吗？有差、欸。为什么你点头比他点头还快？所以你开也开得出来。开得出来。你是说速度跟？就是灵敏度。灵敏度。中尾数变比较敏感、啊、然后比较不会钝。这台超好开，比这台好开。那为什么不卖这台就？啊，这台才刚买而已，这六月才签的。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做事情是属于那种毫无规划型。一个说嘛，2个月前还在换方向盘，所以车然后卖掉了。然后一个他的说，这个车比较好开啊，这个刚买。对啊。你有觉得他们做什么星座？我金牛啊。叫什么？两个毫无章法的星座，不是？我觉得他是被他带走的，他被他拖着走。真的呢。好吧，啊，这样也不错，这样是夫妻相处之道的一种。好，再来，然后避震器呢？避震器是用那个 SF 啦，在台中大里啊。SF Racing 啊，你看我跟你讲，都报得出名字的啦，没有那种报不出名字的东西啊，知道吗？没有什么小狮牌啊，阿吉牌，不是、啊、阿吉牌是不错，阿吉牌人家有牌子，还有 AP 卡钳哦 ，AP 卡钳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对 ，AP 的六活塞，四活，这四活而已，四活而已。对，好，这一组要花多少钱？我这一组我那个时候大概花差不多快50万啊。可是他碟盘是。海波龙呢？那时候开没多久就这样。叮当的卡波，有点水波纹，有点海，就是没有很平。应该拍得出来海波龙吧？拍得出来。谁人来分享？直接唱副歌吗？副歌怎么唱？大声叫！啊，还有什么？来来来，阿迪保杆，这原厂、啊。哦，这个前面也是。这是原厂的、哦，它有分版本嘛，就是柴油一个保杆，然后汽油的一个保杆。哦，我这个是柴油的保杆。为什么？你觉得柴油保杆比较好看吗？比较立体啊，你如果是汽油的话，这里不会凸出来、啊。对对，会收下去。对对对对对，看起来很像小，很像那个 A 卡那种小朋友这样收起来。这个是瑞典的颜色吗？对，瑞典国旗的那个，好不好？瑞典的颜色。好，再来还有没有？现在就内装就只有 CarPlay 跟韩多路，对不对？阿肯塔拉麂皮再加上下卡翁，背得很熟，比我说车背得还熟。Cantara 麂皮加什么？加什么？加卡泵啊！加卡泵，你看，讲那么多，我也忘记他跑几公里，好不好？我去看一下。我、跑85000了，16年跑85000，16年是几年车？5年车，1年跑16000，哦，那还好。这排气管应该蛮好听，对我踩一下、南极星他没写出来，他对我们很好，他刚写了一堆配备，没有写南极星。好听的，好听的，好，来处理了，处理了。他其实跟我联络很久了啦，然后因为为了要指定我下来，所以我也安排了一段时间。好、哦、啊，然后这个是资料，你看他也都备齐了。他其实他在讯息里面就已经都问得很清楚，我也回答得很清楚，我都半夜回他，对，都1点多，我都妈很可怜，妈下班回家那边回讯息，对不对？对，好啦，那我们就直接处理喽。好，还是说因为这个刚刚我的服务不错，我说的笑话都有重点，所以价钱上面还可以再往下修。笑了，你看他本来一张卖有更贵，你知道吗？然后我也很赖皮，我就想说妈的我也很忙，好不好？又没有比较便宜，又指定要我下来，我就说我不要，你要卖那个价钱我不要。后来他终于接受了，好不好？那我们就直接
写合约跟他处理了，好不好？好 ，OK。哎、欸，今天很开心啊，谢谢老婆很活泼，娶到这个老婆真的是福气，生活都不会无聊。哎、欸，真的，因为就要被他一直牵着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真的是重点。笑笑，好，我要签合约，来，我找个地方写合约，而且这个车一看应该是。是这个停在外面，对不对？室内啦，我好久没洗了，我一个多月没洗了、欸。我跟你讲哦、喔，这两个啊，一对宝，他的车也脏到靠北。他跟我说这是什么？什么时候才签的？六月，六月才签的。那他也是脏。这辆车怎么停外面啊？看起来真的不像新车。为什么车牌是1215？我老婆生日、啊。我知道。ご覧の番組はしあおしい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估车，估车，估车，估车。啊，老板，怎样？你在干嘛？估车啦！别再塞了，麦克风在这里了。你看吧，这些邮件来一堆，过七天建厂期怎么办？都没有人要开，就谁？李耀宗，你看。七天建厂期，等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一样，等一样啦。等一下啦。快要塞也塞顺一点。哎、欸，哦，怎样？在干嘛啦？那个、啊。Surfshark 哦，又来了是不是？干爹，这是第二次是不是？要拍几次？啊、管他的啦哈、哦，反正就一直拍，一直有钱就对了，是这种感觉。这个小胖低一点，抱歉啦，我们又来到了不能按掉的快转的广告的时间了，好不好 ？Surfshark 是一个私人的虚拟网络服务，是一个非常适合台湾人使用的 VPN。VPN 是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私人网络，你的密码跟你的位置都不会被骇客偷走，让你更安全的使用网络哦。还可以跨区收看有锁区域的影片，例如说网飞、HBO 等串流的影片，就是包含别的区域有台湾没有的影片，或者是你想收看这个运动赛事啊 ，F1 啊、MotoGP 之类的啊，网速又更快，花虎此处画面置入提供的素材。这次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你如果办了之后呢，你各种原因后悔，觉得不适合自己，30天之内 Surfshark 都可以接受无条件的退款。Surfshark 觉得他们自己的东西太好用，所以他觉得很有信心，所以你不用担心过了7天鉴赏期却没有办法退哦。不然阿呆，你去退看看，你就知不知道是真的了。不要、啊、那么好用，我干嘛退？哇，哎、欸，有看到干爹不一样呢哈。对了，现在申办 Surfshark 的 VPN， 使用频道折扣码 SSCAR， 或者是直接输入以下的网址订购，就可以获得打折立省84%的优惠，以外呢，还免费加送4个月，限时优惠，错过就没有了，超级划算的啦！大家赶快去办哦！详情请看下方资讯栏的链接。哇塞，也太棒了吧！好了啦，不要再演了，太多了，你要干嘛？对了，要拍片了，走去拍片吧，走。怎样？没有，你把我台词都念完了，很好啊。那个是要给你的，那什么东西？什么好？好，要点。哦，好，要不要点？啊、要在这边点吗？来、啊，拿去买包包吧。买不够，不够，不够，他是说不够啊，7万不够啦，现在的 level 要40万起跳，你小箱过来没40万的，你买不买什么？你跟我讲，基本上小箱在上面就是要往 H 去的，对啊，有没有听到？再补43万进去，现代，原厂的那个。有了啊、哦，对，因为你改成电动了吗？电动的，好。所以如果它走，你真的留着，你家很大哈、哦。我住透天。哦，你看，透天啊，这个是副厂的脚踏垫啊，不是副厂，就当初原厂的业务一起付的。好，脚踏垫，我跟你讲，这个厉害了，厉害了，来了，有没有、這個、做节目效果了？来了，原厂箱子啊、哦。靠、欸！因为我看你拿它很轻啊，方向盘基座啊，右边应该是右边的方向盘基座，因为之前我那个收着有点 KK， 嗯、啊，然后后来原厂帮我出吧，然后后来等东西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正常了，然后我就留着，我就想说跟他先换。你说电折后照镜的基座？对对对对，右边的哦。哦，我懂，我知道了。对啊，这个要吗？啊，要，那要，那工具那很重要。对。对，那等一下我在路上爆胎，我需要它啊。这个是它的原厂的网子。哎、欸，你是不是要拿你的凤梨酥？对。哎、欸，俊美，俊美和啊，我自己要吃啊。俊美很厉害吗？我很爱吃哎、欸，我真的不晓得哎、欸，我蛮爱吃的、啊。它是不是很有名凤梨酥？它是开很久了吗？对，超久了。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是最近才那个老歌新唱的感觉嘛。你以前没听过《榕树下》，现在如果比如说吕士轩还是周杰伦唱《榕树下》，哦，你就认识哦，原来有这首歌，对不对？好了，就这样，你们一人一盒。啊，所以它搞不好很久了。然后周杰伦唱《榕树下》，路边客，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亮出的风，还有最好的绿草香。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大概就这种感觉，对不对？哇，没错吧？哎、欸，
哎、欸，你拿了吗？拿了，这里啊，那你们。所以这是要给我们啊，谢谢谢谢。对对对，来来来来拍一下，太开心了，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讲到口也渴了，哦啊人汗也流了，泪水也落过了，礼物也来了，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夫妻档。你们两个都会一起看我们的影片哦。对啊，他会强迫我一起看车车的影片。哦，他强迫你看的，你不是自愿的。你怎么讲话这样？你到底会不会讲话、啊？小心，有时候我会自愿。好。那我们这个台风之旅就结束了，拜拜，拜拜。好了，嗯，哦，好累哦，全程高能有没有？哎、欸，我跟你讲，他到最后哦卖了以后，他才说哦，台中他真的问不到这么高的价钱，哦，这样跟他收购是十几万，因为其实。我刚刚虽然讲说写那么多，你觉得他很难搞，对不对？可是其实我真的因为他这些东西，我有跟他报告一些啦。坦白说，这个很相对的，就代表说他很注重细节，很顾车。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注重细节，很顾车的下场就是他想卖很贵，哦，有时候压缩到我们的利润嘛。所以其实他本来一直跟我说，死我都不下来。我说要就我带他去，我觉得已经顶天了。后来他有跟我讲一个，他说他周遭啊什么车行朋友啊什么问起来啊，都一直跟他讲说不可能啊，小司仔一定会给你扣啦。结果我有扣吗？没有吧。啊，人家车就真的顾得不错，脏了点而已啊。内装也都整理得超漂亮，你看这些卡缝哦，外观也没伤、欸。对啊，外观也没有伤，好不好？所以我也没扣啊。所以啊、哦，我在外面之前讲很多次了啦。其实很多人有一些新车业务也好啊，周遭那种觉得对车很有研究的朋友也好啊，其实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可是。殊不知我们人对不对这么好相处，还没有在计较小钱，拿个凤梨，拿两盒凤梨酥回来，啊拉拉迪赛拍个片。其实你说买高，我觉得还好啦，因为这种车，你这些改装品花20-30万呢、欸，他刚刚是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吗？他其实他偷偷有跟我讲，他只花20几万、欸，他不敢给老婆听，他现在播出来不死了。老婆是在嘴巴讲啊，不会啦，我没有在管他，我看得出来他眼神的恐惧。那你没有发现对不对？老婆不知道旁边说啊，没有啦，他改车我没有在管他，有没有？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眼神有透露些许恐惧，所以代表老婆，他老婆应该不是他讲的那样子这么伤谁，没有在管他。应该还是会念哦，不会啦，车子开起来，我觉得避震器改的，目前开起来好像也还 OK，Q 度也还可以，然后底盘刚刚试好像有杂音，可是后来开好像也没有，蛮顺畅的。它、啊、好吵哦，干林老师哎，我最不喜欢装这个，你知道吗？我如果要装一台这个，然后他沿路一直在讲话，那请问我跟没装有什么两样？阿、啊、丹，你知道我要表达的吗？没有意义啊，因为他整路都在叫。对他整路都在叫，那意思就是什么？我整路都不要超速就好了。对啊。好，回台北了。好吧，啊，到台北再结婚。好。略显疲态。哦，看来今天礼拜五都在塞车呢哈、哦，还蛮好开的啦，有跟车啦，但是没有车到至中，不过还好，其实已经减轻了很多疲劳感。然后塞车我还是不习惯，因为它那踩得很急，它冲得很快，塞车我觉得不好用。那顺顺的跟我觉得还不错了。2016年的好不好 ？Volvo V40T3 旗舰款，全景天窗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再见，拜拜。What you gotta do with it?I tell you if the current ain't current, no one knows what to do with it. Addicted like a first hit. Yo, I'm high up the memory, birth my identity. Cat and mouse with that new new. Ay, dumb me down, make me too cool. Ay, lose control like voodoo. Ay, I've been jonesing for that old school Austin. A language you don't know. You can't encrypt the code. This love's unusual. Forget the world before. You can't just fake the mold. Take that shit on the road.Smell the roses, girl you way prettier than them hoses. But you keeping your distance, and I'm trying to get intimate. But she say she don't feel that. 这个是贴的，对不对？对，那贴的。黑化发，马库黑化。对，黑化。会不会？阿丹，你会了没？下次把后照镜喷黑，就是黑化马库尼亚。然后把手把喷黑，黑化手把。然后多喷一些地方，多喷黑。就是那个夜色套件，要黑板，要黑板，要黑板，全部都黑的就要黑板，对，要黑板。